各位，這個 tweet 呢就來自美國知音中文網的，他說呢1月26日，哎，不要遮住了，1月26日印度共和國日，印度信號部隊的摩托車守門在閱兵儀式上面帶來了從人體金字塔去到空中旋轉的特技表演。印度總理莫迪在同埋正在進行國事訪問的埃及總統阿波杜勒，哎呀，哇，個名咁長啊！出席了閱兵儀式，閱兵仲展示了日本軍隊的導彈、坦克同埋飛機。啊，呢個咩咧？呢個展示緊咩咧？呢個展示緊遙控啊！啊，呢個唔係，呢個唔係啊！哎哎，再嚟一次啊！嗱，呢个系佢哋所讲嘅坦克啊，金字塔，人体金字塔代表咩咧？代表啲印度人可以搭埋一齐啊！呢个就系代表飞机啊，飞机啊，呢个飞机啊，人系人体飞机，呢个代表咩？呢个代表啊，信号诶，呢个系信号兵啊！哇，几开心睇啦！呢两咁呢个系咩咧？哎，这个代表什么？这个是代表啊飞机编队啊，这个什么呢？这个是遥控啊，这个不知道代表什么呢？啊，在这么多这些这样的国庆表演之中，印度这个呢，在我的心目中算是非常之突出的。